宋米秦白哭，男友不看新闻。他也没有 propose 好不好？然后直接整个什么十月出来，我就。宋米秦日前大翻白眼，郑重否认婚事。谈到了深处，他还大喷真情泪，搞得比出格还煽情呢。哎，就这么有缘，隔天在新一微秀，我们撞见当时乌龙夫妻在约会呢。哎呀，买完了电影票，下楼杀时间，不要看宋米秦戴着口罩啊，竟然还是有人认出他来啊！哎呦，这才明白德雷门格洛鲁斯好像真的蛮红的。哎呀，原来是陪男友缴账单，顺便对三 C 产品问斤房价。男友很感兴趣的毛起来问呢、啊，哎呦，这怎么行呢、啊？我们也对你们很感兴趣啊。哎，两位留步，轮我们来问喽。因为之前就有听说。就有看到我们这里就访过了吗？没有化妆的时候来拍。你们是来这边约会吗？看个电影啊，他应该没有，根本没有这回事啊。这男友杨明叫 Kevin 是吧？也很大方的对镜头否认了婚事，还一并否认了在关注女友的新闻呢、啊。那你没有很心疼他吗？就是看到他落泪的时候。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在跟他的心情。那以后啊，你们有没有打算要生几个小孩啊？还不知道，那、啊、你要生几个？我已经生一个，你生一个吧，好的吗？啊，要许我这么随和，还给我聊起来啊！哎，随和到最后，甚至留下俏皮的合影啊！今天真是愉快的一天呐、啊！苹果了 online 的小学是在写作文呢、哦。哎呦，不知道怎么收尾嘛，不倒。